天要开箱的是月球小夜灯，看这个，我们先开箱这个。下面有这个抽出来，然后那堆亮，这可以捏。我们再介绍这个，会把它打开，然后把如果要这个的话，那把它放进去里面，然后它这个要先撕开它的膜，然后再把它很大力的压下去，压到它有洞，然后就又拿这个，然后去。把它这样贴上去，然后它这里有写数字，还有像是 KY36， 有各种数字，然后这里又有34677KNY。然后要把边边剪开哦。这些东西都是从夜市买的。放进去，要把它剪得干干净净哦。要撕膜，剪要剪。